所以那个时候您是相当于是跟嘉全老师先熟起来的，对，因为你们年纪差着不多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又认识金栋的，对，好像斗哥要比您年纪大点吧？大几岁？大点啊，大几岁？李老师不爱，你看他所有的相声的这些长者、小者，就小辈儿啊。都跟李老师特别好，这个是所有的事儿他都帮忙。其实孝敬父母、尊重师长、对恩师的报恩，是吧？对我们祖国也好、党也好，确实我们赶上了好时候。好时候，我们的前辈没有像我们这么幸福。没错，是啊，真是没错，真是。所以正好金栋老师今天呢还准备了一首呢歌唱党的歌曲，对，咱们在这儿给大家唱一下，好吗？好，一心跟党走。多少先辈生命，多少壮志未酬，为人民谋幸福是你的初心追求。自从我面对党旗宣誓的那一刻，就决心坚定理想，一心跟党走，小康的路上再上一层楼，一心跟党走，幸福握在手，为实现复兴中国梦，奉为同舟。风霜雨雪，多少冬夏春秋，为民族谋复兴是你的使命追求。自从我成为共产党党员的那一天，就决心坚定信念，一心跟党走，一心跟党走，执着不回头，在实现小康的路上再上一层。谢谢，今天呢，我觉得是你们三位老街坊来一块聚会，哦、来让合张影，来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这边啊，这边、啊、这边，谢谢啊。刚才诓了我一下，说今天都是大美女，我现在已经
不再听这句话，不再听这句话。今天绝对没有美女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我就是你既然想了半天，婉姐就把婉姐就再喊喊。喊我不用喊了，不用喊。我坚信啊，就是男的，我哥。那你说，我不猜了，出来吧。来猜吧。你倒是别猜呀。猜。对呀。